些就是所有大选的时候有支出的凭证六箱都提交给调查局。是的。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尽速的厘清真相，能够最快的把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短报、福报，甚至是漏灯、误载等等的情况，都尽快的厘清真相。今天早上除了支出凭证之外，调查局有问你其他相关的问题？没有，因为基本上我这边是代表台湾民众党，他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询问，所以说我们就是主动提供相关的凭证、凭据，那希望交给检方尽速的厘清真相。就觉得剪掉动作太快，有点这种急国家机器的设定。我们这边就先不评论司法的行动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自制门帘的哈，请问有搜索到什么资料吗？没关系，现在侦查不公开，我们都不能搜索。谢
到，收到，收到，压力，压力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。放一下，谢谢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阿斌。阿斌。我们拖一点了，拖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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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太累了。好，都可以吗？一二三都 OK 吗？一二三。好。好，调查局北基组的今天是基于因为这个政治献金案，所以说有做一个搜索，但搜索的部分呢，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，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。但是呢，我们主动提交了六箱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，希望交给检方尽速的厘清真相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在这边只有调查部，工作来说是不可能的。我不能帮检方或是帮调查局做说明的行动，但是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，并没有受到搜索。今天早上搜索什么时间？因为大家有拍到说，好像九点多的时候就来，那到刚刚12:30左右。对，因为我们这几天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一直在清查所有的凭证，然后并且做一个整理，所以当然跟这个调查局这边也做一个相关的说明、厘清，还有整理证物，所以花了比较久时间。对，这些就是所有大选的时候的支出的凭证六箱都提交给调查局。是的。那今天早上也有传出说，碰到在目测的事务所也有做到搜索，并没有听到相关的消息。不了解。那会不会担心说这个主席或者是珊珊姐可能有被别人分析？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尽速的厘清真相，能够最快的把这个所谓的政治献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短报、福报，甚至是漏灯、误载等等的情况，都尽快的来尽快的厘清真相。今天早上除了支出凭证之外，调查局没有问你其他相关的问题。没有，因为基本上我这边是代表台湾民众党，他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询问，所以说我们就是主动提供相关的凭证、凭据，那希望交给检方尽速的厘清真相。会不会觉得检调动作太快，有点这种急国家机器的设定？我们这边就先不评论司法的行动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走掉，走掉，不行。好，好。